太重了，你先一箱就好。你要放地上。好哟，你哥哥到底买了什么东西呀、啊？爸爸买了那么多东西，我以后长大会不会遗传到爸爸？毕竟我是爸爸亲生的嘛。那可不一定呀，你要问妈妈呀，你。SSD 硬碟 AT 2599不买了。我没有要。拿去。齿轮云台特价9762不买吗？好了，我回来了。妈妈没有告诉我答案。我亲生的啦，一定跟我一样，这是林家遗传。你问妈妈就知道了。你那些阿伯都很喜欢买东西。你笑什么？被遗传了，可恶！这样爸爸要怎么办？